不受，有乐受，有舍受，舍就是不苦不乐了、啊、的感觉。啊、哦，我们出生以后的四岁到五岁，十三四岁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受，慢慢的就有感受了。现在的孩子啊，从小啊，电视看多了，就很会讲话了。 对这个苦受乐受的就越来越强烈了。我们以前的人呐，农业时代啊，小孩子没什么好玩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跑去打弹珠啦，用筷子啊做成的啦，或者是打苍蝇啦，或者是玩泥巴啦，玩一玩，啵，噶啵一的，啵，啊，佚佗顿来安尼啊，安尼规面乌索索啊，啊，就暗时啊食饭。 是吧？以前的孩子虽然说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或者是不怎么享受，但是孩子单纯。以前我们没有真的从小到大，我们没有听说过什么绑票这个名字的，真的没有听过。哪一个人就敢绑票？这乡下这个善良的人是是很善良的。而现在这些众生呢、啊，四五岁的时候啊。 就读英文，读日文，读劳作。那么中国的话都学不好，学了很多的外文，然后天涯一直挤，一直挤。这个孩子才几岁，然后一直挤挤挤挤挤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哦。然后就一直跟他接受这个教育。那我这个这个孩子思想发达的越快，外表看似很聪明。 但是你不知道，越早开发的孩子，他的烦恼就越重，他分别力就越强。所以现在的孩子并不幸福，并不幸福。现在的孩子业障比较重，业障比较重，因为他分别心非常强。哎，他电视看多了，有时候你爸爸没想到的那一句话，他比你更快想到呢。 哦，很厉害呢！你有时候你要骗他都骗不过他呢。你说你早一点去睡觉，爸爸明天带你到动物园去给猴子看。那这、就是骗人的，你讲了第三次了。啊，现在孩子你骗不过他，你没有办法。他这个头脑非常的灵光，很厉害的，就叫、是、他提早接受。 那么他的分别性就强，那么这个爱取有、啊、就提前成熟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本来以前的人在十五岁、十五岁、二十岁的时候，他才有这个烦恼。现在你看这个国中生，对不对？个报纸看的拿看看的拿了拿了一面镜子，才十几岁而已。呃，呃站在这个楼梯口，呃，等到女老师走过去，你、你、这。 我们以前也没想到这一招啊，怎么那么厉害呢？我们也没想到是要看什么啊？这怎么这个孩子怎么，哎呦，那么那么厉害呢？是不是啊？哎、嗯，结果这个女老师一教教教教了这个男老男男同学，哎，还写着条子约女老师出来看电影呢。这、这个已经变相啦，已经变相啦。 我们以前呢、啊，有是我讲实在，我这个人可能比较尸骨不化的头脑。我认为以前的教育好，我认为以前的这个这个联考比较好。你看现在那个国中，国中的，是不是念到国一的经济，名字不会写的，叫他写一篇作文，我的名字叫做什么啊？什么？哎，那作文写不出东西出来。 写的那个字还要会诊，要叫好几个人来看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东西。那这打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现在这个也不经过考试，那那个在、那个、程度烂的要死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一些干脆去去去做写一点技工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以前的人呢、啊，念初中的人呢、啊，都比现在的人呢、啊，念高中人的程度好的太多了，真的。 你你现在念念高中的，你叫他写一篇文章，你不相信试试看。不要叫他讲话了，叫他写一篇文章，他写不出来，写的都是那几个字，什么的，那个的都是重复的在用。嗯，我我改过作文，我知道。哎呀，写那个作文字段的哦。所以我，我这个人呢、哦，我看现在的这个国中的这个教育啊、哦，讲实在话，说，哎，不能瞧不起，不能打骂教育，要用 love education，用爱的教育，对不对？ 你你教育部长，你去教教看，你气死你都会，你会讲而已，真的。你叫教育部长，你自己去教教看。他他说要用爱的教育，耐性，哪一个有耐性，我才才不相信呢。你嘎嗲的個骨头 baby，你吼、哦，你你去教的时候，他还哎、欸、老师哎，食一支烟，给给你给你满给我摕一支烟互你数，你敢知？我讲我无加烟，你不食加你看，哎，这个孩子、啊。 所以说，现在的这个这个教育还是怎变相呢？你看那个电动丸子一打，那个就偷拿钱，偷拿钱。这那个黄色的录影带一看，你看十六七岁了，就是哎乱搞乱搞搞,搞出东西来了。不结婚又不行。那你十六七岁而已，他身心他怎么什么叫做爱是什么？他也不知道啊。他除了性是肉体以外，他什么叫做感情都不知道，问题就出来。所以说。 现在的姻缘，这个爱奇有。就现在的人来讲，这个苦恼本来要是二十岁以后的苦恼，就现在的人，你看就出来了，现在就出来了。哎，所以说啊，受啊就是苦受、乐受、舍受。四岁、五岁啊，到十三四岁，这就比我们以前的那个领受力就强得不得了。苦、啊，现在的孩子很辛苦。 现在的因缘，就是爱取有，爱就是依照苦受或者是乐受这个缘，这个条件，因受生着，因为有感受这个苦受，那就排斥；乐受他就接触，生着就生这个执着。十五到二十岁，十五到二十岁的时候。 就会产生这个执着，产生这个执着，所以这个爱呀、啊，也是生死的根本。就在爱的旁边的写四个字，就生死的根本。你要断了，就要从这个地方断。它这个就像一个运动场的圆圈，你砍掉这个爱、啊，整个线都断掉了。就像这个橡皮筋，你剪掉哪一个的话的这个这个橡皮筋就不能用了。你这个爱呀、啊，就是十二姻缘里面的重要的一环，这个结啪一打，一剪断了。 就 OK 了，所以我说夫妻的爱、感情，大家都要爱，但是爱里面不能有执着，我们最好能够升华成敬爱、清净的爱，就是我们所讲的慈悲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束缚力啊就比较就比较小，比较少。你要记住，分离是必然性的东西。同学们，你们一定要记住。 人呢，生老病死，这个分离是必然性的东西。你二十四个小时都要心理准备，不幸的事情随时会来临，没有例外，谁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你除了认命以外啊，你用任何的方式、金钱都不能挽回时间的刹那。提早用功，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应该的最重要的座右铭，就是精进，一定要精进。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，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，同学们，我今天送你一个真理，一个一句最重要的座右铭：不要浪费你的生命，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。你知道这个做下去一定会后悔，你就不要浪费这个生命。 譬如说你，你你这个交友，他交这个朋友，他常常要你去卡拉 OK，常常去打弹子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，你只要去这个地方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这个不能帮助你生老病死的，这个不能帮助你解脱的，这个去一定会后悔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是啊？啊，偶尔还爬个山哦，那个山又冒险去，不见了，啊，就死在这个玉山里面呢，何必呢？ 这佛有一条戒律呢，不可以到危险的地方去啊。你要爬山可以呀、啊，小山可以呀、啊。你家的后园自己做一个山呢、啊，爬上去，爬来爬上去就好了。<laughs> 那也是山呐、啊，只是假的而已嘛。山都是名词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爬山可以啊。哪一天我们举行演出，在哪里？在我们无书讲堂，从这边爬上去了楼梯，在上面下来啊，整天就这样绕来绕去，也是爬山呢。嗯啊。啊 一拉背肌，其他一他背肌，哪哪哪那个那个？哎，这这这这这，很累都有啊！你那个也是运动，这里也是运动啊，不是一样吗？这里也是爬山呢、啊啊。啊，干嘛跑去那个什么玉山雪山那个找不到目标方向的，一片雪茫茫的，然后这个，嘟嘟嘟嘟，然后派这个直升机去去调查啊，用望远镜看一看，哎、啊，死在那个地方。然后他，那又自己说。 哦，这个这个，呃，这个是，呃，标新立异的，说是，呃，是怎么样子？啊、呃，为爱好而死，是一个圣洁的人，他爱惜他的生命，结果死在雪山上面，啊、呃，所以说这个爱呀、啊，我们稍微要控制一下。我、哦、这个爱的范围包括太太多了，比如说，比如说，有的人学佛的人，他很喜欢下棋，一天到晚要找人家下棋，这个，哇，他也是这个戒律。 没什么事情的话，不不要下棋，不要打球。这菩萨界里面就不能玩球，是吧？就是怕这个没有位移，当然是出家了，那么在家当然可以玩了，是吧？打篮球啊，打羽毛球啊，运动一下，是吧？那么所以这个爱呀、啊，就是你喜欢登山呐、啊，哦，控制一下；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啊，稍微节制一下。这个爱分的太多种了。 最强烈的就是饮食，最强烈的就是男女，啊、哦，这个爱，这个爱，还有亲情的爱，亲情的爱，因为因受生左生执着，那么这个执着就是就是佛佛家所讲的我执跟法执，对人生的执着，还有对环境的执着，我执法执就产生了，那我法二执就是我们所要断的。那么，那么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：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” 这个是本性，那么因受生着，因无所住而生其性，无所住那就无所爱，无所着，生死就断了，生死就断。这个爱也是无名的支配，因为无名的支配，所以对什么事情淡薄一下，可以对我们的人生呢？那么，呃，记住哦，恨也是爱的一种哦，反面的爱是一种恨呢、啊。比如说你爱不到这个人。 那么你恨他、嫉妒他、诽谤他，这个也是爱的一种反面的作用，反面的作用。所以恨是一种变相的爱，恨是变相的，也是爱的一种。换句话说，恨也是一种执着，嫉妒也是一种执着。因受身着，取呢，就是成人以后，爱意发展。 对这个境界升起作着心，取就因此追求，那么就是二十岁以后了。二十岁以后就追求这些什么事业啦、名闻利养啦、女色啦、吃好一点啦、穿好一点的啦，什么都是执着，那么都是执着。所以这个取呀，跟我们一般人的领悟不一样啊。 这个取就是一种执着的意思，啊，因为因执着而有所追求，因为追求就造业，所以啊有有就是因，这个有的底下写一个写一个字加一个字啊有业，我 get 吗？那个有不是说我爱这个表，我取这个表，我有了这个表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有是无形的业。 有了无形的业力存在了，因为你爱吗？有取吗？对不对？有，有了什么？有了无形的业力了。你已经造业了。有了无形的业力因，有这个因呢、啊，以由爱取的烦恼兴起种种的业，必定有当来之果，故名为有。所以这是业前后有。 夜前后有，对吧？什么叫做夜前后有呢？业力的牵引，而后有来生。哎，所以说电影常常讲，如果有来生，我愿意再娶她；如果有来生，我这个老公真是可以称职，我要继续嫁给他。哎，有一个讲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要跟着师傅。哎，拜托个。 唔当唔当，买来这套，买来这套。我无要过来，我无要过来。我惊得死呀！我惊得死呀！我冻在沙波水界，众生未掉。我冻，我冻。我唔知哪会来，我足可怜的。<laughs> 有人去关机啊，关心菩萨讲我是是是，向菩萨过来。我拢认为讲不可能，我真痛苦。我你唔知我，我今物活得真痛苦啊！真痛苦就是还会往生，你敢知道吗？阿妈讲活得真快乐，真快乐，我得。 我的过啊个，我我这个人比较自私哈，我这个人胸无大志哈，没没有说我要度进多少的众生我不、啊，我也未想讲啊，别嘞，我呢？我无精端嘞，胸无大志，我这个人呢？没有什么很大的什么愿力没有，通通没有，我只想平凡平淡平时的过我的生活，我不希望任何人干涉我的生命。 我这个人也很有风度，也不会去干涉别人。的你卖插我，我就不会插你了。简单讲，你不要插我啦，你插我我就生气啦，对不对啊？我也不会插你啦。这样互相插来插去哦，会麻烦呐，麻烦呐。哎，哎。所以我说我不是什么菩萨，我是道道地地的凡夫，真的是凡夫。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优点，一天到晚呢、啊，吃饱饭呢、啊、就想睡觉，睡觉以后啊，看看经典，今天要讲什么哦，睁个眯眯眼哦，今天要讲这个地方，因为以前都看过了嘛，我这一本已经讲了二十遍了，所以都可以背得滚瓜烂熟了，是不是啊？可以倒背如流了，这个在全国的大学里面就讲过几十次了。 讲过的几十个大学里面呢、啊，都上过这个十四讲表，是吧？从台大一直教到高雄医药学院，至少教过二这个这个讲表教过二十次以上了吧？所以这个都可以背起来 <coughs>。那么因此啊，我觉得我现在很快乐，很快乐就是，我不干涉别人，人家干涉我，我也不管他。你你骂你伤害不，我不管这些诽谤，那是你家的事情。我问我的良心，在我也觉得很痛苦，就是还没有往生极的世界。 为什么不能脱离这些恶劣的众生，还跟还在跟这些恶劣的众生打转？哎，真的，我觉得、啊、世界上像我这样善良的孩子没有几个。啊，金佳，你讲啊，真的，我这个人真的是很善良，很善良，对吧？要不然黑寒他写了三张啊，我都不回，我也不不表示什么。我觉得他很伟大，真的伟大的很了不起、啊，不管他，对不对？ 要是别人的话，都气得差不多半死了，差不多登报了，或者是互相攻击了，没有这个必要。写你写你的，我我我做我的，是吧？我操，只要你们对我有信心就好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我现在的烦恼很少，很少，很少的意思就是我不不干涉众生。你要去杀人放火，你要去偷人家东西，你要去打妄语，说你很有修行，这个都不关我的事情。 你照你的因，你将来生死你自己去负因果。对，杀杀到阎王那，不管我的事情，我只感化你啊，所以我不会烦恼。我改变我自己总可以，我不能改变你，我改变我自己总可以嘛。所以这一句话可以，我悟到一生，快的。我现在改变我自己。你讲，哎呀，会，师傅啊，你这个不对，要讲一讲啊，我很惭愧，我这个人自己都没有做得很好，我哪里敢讲你啊，对不对？ 不过不敢讲你们，你们要自爱啊。那么再来，未来的苦果，生道士脱胎，这个意识颠倒就是道士啊。啊，我们未来有什么苦呢？道士脱胎，继续来脱胎，老死就身后苦死，第、嗯、六道轮回了。 生老病死了，为什么我只有写老跟死中间没有病？知道原因吗？未来的苦果为什么只有写一个生，左边两个字老死？为什么？嘿嘿，啊，因为死并不一定要经过生病，死亡并不一定要生病。 今天你们在研读班呢，你们也许也出去啊？被大卡车撞死了，明年就少了两个。问为什么？这车子撞死了，都没有生病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赶时间呢，要七点二十要考试啊，啊，赶时间啊，车子撞死了。哎，以后你们呢、啊，记住，来不及的，慢慢来。你慢慢骑，你从你家出发。 从六点骑到八点都没有关系，慢慢骑，千万不要发生车祸。没有考试，太慢来了，那么下次再补，或者是自己写一写，自己改都可以。反正我们是民主嘛，啊，千万不能为了赶车子，嗯嗯嗯，然后说，哎，你为什么骑那么快？哎，我这里有任人做啊。哎 <laughs>，我这里有任人做啊，你不怕死啊你啊？ 哎，我们我我们这个很好用，我告诉你啊，这里有楞严咒，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啊，佩戴楞严咒的人，犯的四重罪、八重罪，根本大家都可以忏悔啊。再来，佩戴楞严咒的人呐、啊，随佛刀锋，一切顺利啊。还有要生产的人哦，要生产的人啊、哦，要佩佩戴一个，是吧？有有求有必应啊，生产了记住啊，佩戴这个啊。再来一些风雨啊灾害。 通通没有这个没有关系。第二个里面有金光明沙，师傅加持过的金光明沙。这个金光明沙里面讲，如如果有人呢、啊、持持这个金光明咒一百零八遍撒王者身上，就必然往生。如果你骑摩托车，g 哎，刚好就在胸前，啊，这个这个，临命中之马上就加持了，就往生极乐世界了。 然后、啊、这个又可以消灾，又可以超度。再来底下有三张的咒轮，那三张的咒轮才厉害。出自《大藏经》，如果有一张的话，就是所有神鬼灭无量的罪，或者是什么东东不能进他的身体啊，有什么病苦啊，统统会慢慢的好。第二张啊，第二张，第二张是一个圆圈圈的那个是超度六道轮回的，超度六道轮回。第三张。 第三张是那个毗卢遮那佛大光明大灌顶光之眼，这个出自《大藏经》第十九册六百零六页。那个专门超度王者的，有一张放着，OK，极乐世界的 passport 就 OK 了，真的啊！所以我带这个，你晓得，我坐飞机很怕的。我坐飞机都念什么？我不是念阿弥陀，念观世音，哎 <laughs>、嗯，那么救苦救难。 大笔关税，因波比唔能爆炸。哦啊！我坐到去欧洲的时候，坐坐飞机坐到这个中东，一看下去，哦，一片沙漠，一片沙漠，然后就自己观想，哦，这个爆炸下去的话，这个没有摔死也没有水喝啊。这个没有摔死，这没有水喝啊，你怎么也活不了啊？哦，这一片都是沙漠，你哪里有水呢？ 啊，这个这个下去的完了完了啊！就想到啊，这一般的学生还那么多哈、哦，这个啊还没有教对不对哈、哦？哎，想到的话就就就会顾虑到很多啊。我如果以后出国，会想到你们。哎，所以说带一个不错带。一个，如果你们很有修行，就不必了，似乎是没有什么修，我需要带了。你们是大修行人，可以不必。我不行啊，我随时二十四个小时都要准备往生的这个哈。啊 二十四个小时，我都准备往生的。哎，说更深未来的惑业下推未来无踪。啊、哦，就是就这样子啊。咦，啊，欲疑十二重城，十二轮，这是一种比喻了。呃、啊，这个十二重城啊，困在长欲。 十二重臣就是困在长狱之意。比如我们画一个框框，然后里面写一个无名，第一重臣。然后我们沿着那个框框再放大，再把它框第二个，就是怎么样形。在第三个就是四，在第四个就名色六入触受爱其有生老死，这样懂吗？会不会画？ 这样就是十二重城，就是困在长欲之意呀、啊。十二轮呢，就是十二因缘的意思。这个十二重城也是十二因缘，十二轮呢，就像轮子啊，就像我们的时钟。这个时钟啊，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走一点到十二，十二又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是一十二，就是这样轮回不停。无名一，1, 就是表示是无名。 二就是行，三就是四，一直到十二就是老死，再从一来，啊，无名行事名色六出说，触爱妻又生老死，轮回不停之意呀、啊。好，啊，我们现在啊，呃，来解释这个生命的起源。 生命的起源。呃，这个生命的起源，生存，哪里来？何去？这个生是怎么来的？我们现在啊、呃，再稍微探讨一下。呃、无生论呢、啊，就是欧洲的人相信呢、啊，腐肉生蛆，啊，就是腐烂的肉啊，才会生这个蛆。 我我们中国人相信呢，腐草化蝇啊，萤火虫的萤啊，腐草化蝇，这个就是无生论的根本啊。第二个叫做生源论，生命怎么来的？就是后代由前面一代来的，生命是来自于生命，细胞是来自于细胞，无生物不能变成生物，无生物不能变成生物。 第三种是由不同的种生物繁衍而来的。少部分的欧洲人相信，一种海生的节肢动物可以变为蛾，意思就是说有突变的，会突变的。一种海生的节肢动物可以变成蛾，意思是突变来的。近代的生物学家认为，地球上最初的生物是自然发生的。Nature，回归自然，没什么好讨论的。 那么我们佛家的理论呢，是种子加原因加诸缘等于结果，就是 A 加 B 加 C 等于 D。种子加原因加诸缘等于结果，种子就是我们有这个业力，原因呢，就是我们有借着这种种的原因、诸缘种种的条件而产生这个结果。比如说我们这个意识本来就是冲塞、冲塞。 在这这个整个大自然，可是我们做人呢、啊，因为我们是有色身，所以我们只能感受到三度空间的存在性。我们不知道三度空间以外的这个世界是什么，它也是跟我们同样存在这个宇宙当中。所以说，生命的来源、起源啊，我现在啊，就佛教跟科学的角度同时配合去讲，同时配合去讲。 生物学家做两种两种试验，两种试验，他拿了一盆的水放在一个永远没有闪电的地方放着，放着，放了另一盆水放在一个常常闪电打雷的地方，啊，闪电打雷的地方，两个放着，放了要经过一阵子。 这个受雷击的这个这一盆水啊，里面有微生物，这是怎么来的？你懂吗？你会不会解释？Can you solution？嗯？在佛教，我在科学家的解释啊，那个闪电一打下去的时候，跟这个怎么样产生化学变化？ 哎，里面产生基因，DNA 跟 RNA，知道吗？而 DNA 跟 RNA 是生命的主要来源，是我们所讲的遗传因子。那么这个 DNA、RNA 本身就有分裂的能力，比如说一个 DNA，它到了一个程度，它自然会分成两个，两个细胞，分自然分成两个细胞。这两个细胞，哎，自然再分成四个细胞，是,是平方次的。 平方式的，然后你去看看这个没有打雷的地方，还是一样子，一盆清水，没有什么东西。有的人他就断定，在我们几亿年前没有任何的人类的时候，生命的起源是来自于海中，海中的起源是来自于雷击。啊，我现在啊。 再把整个宇宙的起源来告诉诸位，哎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听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听。我们一团像太阳这样一团的这个火球，你不要认为它是从太阳的表面喷出岩浆散出来的热，那是完全幼稚的人。太阳就就是一。 一颗核子核的核融合的反应，核融合的反应，它那里面没有固体的存在，完全是气体。而核融合本身，它有磁力作用，有磁场作用，所以它有它不会散出去。在太阳年轻的时候，在太阳年轻的时候，它蹦出来的火花很很快，啪就出去。 就出去了，就一团。这个脱离整个这个太阳，它又有吸力又有拉力，然后就喷出去的时候就凝结起来，凝结起来，凝结起来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的星球，好多好多的星球，然后循着这个轨道，因为有吸引力跟斥力，所以在四周围围绕。那是太阳在极极端的迸发出那种热量的时候，散出去的一团气热球，慢慢慢慢的。 就凝结成这个什么，这个这个地壳。那么再来，在还没有完全凝结以前，因为宇宙当中有无量的星球碰撞，啪的碰撞，无量的碰撞，无量的星球碰撞的时候，它产生的很多的什么呀？水汽、岩浆喷出来，岩浆喷出来，在空气那时候没有什么空气，那时候没有什么空气，岩浆喷出来的时候，又产生的无量的水蒸气，也知道吗？ 水蒸气，因为凝结以后，它会放出这个热，放出这个热，放出这个热，这个热整个这个这个地球就包围了一大团的什么气体？不是，不是气体，就一大团的这个云层，这个云层黑漆漆的云层，啊，那阳光透不过来。那再来，黑漆漆的云层到达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啊，哦 温度慢慢下降，慢慢下降，哎，到了某一种程度，凝结，开始下雨，开始下雨，下了七十万年，七十万年，科学家的断定，下了七十万年的雨水，就是构成我们现在的这个海洋。嗯，能不能小声一点呢？嗯，那。 那时候没有任何的生物，等到下完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植物，只有水，没有任何的植物，只有水，岩浆继续喷，慢慢的冷却又继续喷，海水布满整个凹下去的地方，然后地壳慢慢的在转动，一直继续变动，所以有的人认为印度当时哦是跟澳洲在同一个土地，印度。 跟澳洲是同一个土地，因为每几万年零点几公分，几万年零点几公分，慢慢的推推推推推，把印度推到北方去，所以印度跟中国大陆一碰撞，产生喜马拉雅山，知道吗？地壳转动，啪，七八千公尺的喜马拉雅山，就是地壳转动冲力那种冲力，冲力，啊，那么再来，当这种情形发生以后。 这水中啊，啊，有接受这个雷击，这个雷雷电，这个雷电，雷电产生以后，就在这个水里面产生单细胞，就是水藻，知道吗？菌类的那种藻类的水藻。那开始啊，经过几亿年的演变，开始有多细胞的，多细胞的，然后简单的就是水母，水母，水母，知道吧？透明的那水母。 水母以后慢慢慢慢成长，就变成鱼类，鱼类在慢慢演变是两栖动物，两栖动物，两栖动物以后，因为啊这个腰椎啊需要去觅食，因为种这个这个水果啊，这个树是高，所以人呢、啊、需要需要站起来，需要站起来，需要站起来，常常站常常站站起来，知道吗？为了要适应这个环境，这个腰椎慢慢慢慢的挺直，为了要摘这个东西。 在这个东西，常常挺身，常常挺身，哎，就变成，慢慢慢的演变，经过几百万起亿的演变，人类，而且到我们今天，那么人类一刚开始的时候，脑袋瓜小，凶悍，啊，几百万年前，那我可以像现在的人这么引导，不啊，你不当这引导啊。 那个时候的人的头小小的、黑黑的，呃，跟星星有一点相相类似，可是一看又不是不是星星，人很奇怪，有一个有一个族哦，世界有发有一个种族哦 s 光照起来，那个尾巴还有这个尾巴，我们说尾巴对不对啊？还有这个人呢、啊，还有这个尾巴，进化不完全的是吧？进 <laughs> 化不完全，哎，那么所以说。咳咳 我们如果说这是科学家的解释，如果用佛教的解释的话，就是在那个闪电的当下，怎么样？意识就灌进去了，意识就灌进去了。所以说，植物也有生命，就是这样子。植物也有生命、就是，就意识就灌进去了。闪电啪，然后就产生这个电。人的身体就是一个电力啊，一个组合体啊，一个电力啊。 是不是啊？人的每一个细胞都有电呢、啊，只、就是我们测度不出来而已啊，测度不出来而已啊。啊，这、就是科学家啊，证明我们人呢是这样的演化来的，演化来的，是吧？呃，那么我们呢，哎、呃，再来讲，佛教里面讲的成立这个世间有五个条件，呃，第一个。 叫做“会昧为空”，一个日，在一个每天的“每”叫做“会啊，一个日，在一个末，那在一个“未”啊，“会昧为空”，无名为风，无名就产生风；执心为金，执着的这个心呢，就产生金子，金就是一坚硬的；执剑为火。 我们这个知见就像火在烧一样的，爱心为水。好，再讲一遍，会妹为空，一个日在一个每天的每，一个日在一个未来的未，会妹为空。空间的产生是因为无名，会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，就是不了解不觉悟，无名为风，心有动啊。 就产生风，执心为金，只要你有所执着，这个世间就有坚硬的东西；执剑为火，爱心为水。这所以说空，空轮底下写个空轮、风轮、金轮、火轮、水轮啊，再用一个符号刮起来，再写个轮，会面为空轮，就是我们的本性迷了。 那一个懵懵懂懂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虚空都没有智慧。我们眼睛看这个虚空，它跟这个物质设法是对立的存在，是对立的存在。那么这个对立的存在呢，我们的看的虚空，我们不觉，我们感受不出这个光明的这个空的东西，我们只感受出来的是黑白的，是没有智慧的。 是以色华对立的切实的空间，就是我们现在呼吸要走动的空间。哎，其实这个是本性幻化出来的，我们不知道。无名为风，我们这个众生的无名，无名越重的呢，它就会产生在海口，也出起的海口假风。无名越重的人呢、啊，就出生在撒哈拉沙漠，那个风一吹的话，整个土地都干燥。 整个土地都干燥。无名越来越重的人呢、啊，他一定会有风灾，会有风灾，灾难。执心为金，金就是坚固的，凡是坚固的都是执着。所以说，若能转物即通如来，我们可以转这个物质现象为精神的，可以驾驭的，control，可以控制的，那么。 这个就是跟佛一样的了不起，执这执着破除掉。我们要是能够破除这个执着，我们这个坚固的东西就会变成软化的东西。所以，我们修佛的人首先要学习就是柔软心，柔软心，柔嫩。你柔软心，慢慢的就会软化一切的事间，你就会改变你的心境。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也比较有办法。 再来，知见为火。我们一个人的看法会冲突，所以火火啊，厮杀。为什么知见为火呢？你的看法跟他不一样，他就发大火了，他就生气了，对不对？啊？宗教会打仗是为什么？什么知见不同，对不对？两个人吵架是为什么？什么知见不同？所以说，知见不同，知见就是火。 火就是冲散在内在外面，因此啊，坚固刚直的人很容易遭受到火灾。诸位啊，你们你们认为火灾不是没有原因的哟、哦？火灾也是有原因的哟、哦。火灾是有原因的、哦。火灾在我们看来是有人纵火了、啊，有人怎么样？事实上来讲，也是跟我们的业力有关系啊。火灾啊，再来。 爱心为水，为什么说爱心为水呢？爱心就是贪，贪爱呀、啊。比如说，我们看到酸，我们看到酸梅会流什么？哎，你口水呀、啊，对吧？我们结婚啊，你们结过婚的人，男女在一起就产生精髓，哎，也是水了。 所以，我们喜欢吃的东西，它就会变成水，对不对？爱吃吗？所以说啊，爱心为水，贪爱就会是我们的水。那么，太过于贪爱，将来就会被水淹死，沉溺在爱里面，所以会发生呃淹死的事情，因年果报。所以说，会灭为空，无名为风，慈心为金，自见为火。 爱心为水，这个就是构成五轮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。这个金呢就是地了。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。那么，如果是密宗的话，还加一个四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四。六大，密宗是用六大去修行，六大去修行。好。 我现在念了、啊，你们把它写起来，楞眼睛亮的。因名利所，因为的因，明天明明，啊，利就是立足点的利，所就是派出所的所，因名利所，所以的所，所即妄立，所既然是妄想而立的，就是所即妄立，既然的既。 妄想的妄，立就是立足点的立。身为妄能，生生死的生，为虚妄的，呃，为就是作为的为，虚妄的妄能能所的能，能力的能。身为妄能，故无同一宗，故无同无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无。 同同样的同，相同的同，异变异的异，中中间的中，故无同异中，赤然成异，赤然成异，赤就是、像火在烧的五音炽盛的赤，赤然成异，成变成了成，异就是不同的异。这句话我解释一遍，你要注意听啊。这个世界怎么来的？楞严经讲。 一明利索，因为你想要加一种力量去了解本性，利一个能一个索，所以就变成无名了。因明利索，因为的因，一明利索，因为我们都是无时间的，想要去了解一个本性，想要就像这个镜子，镜子本来清清净净的，你拿一块抹布越来越擦，越擦怎么样？ 对业障，是因为你想要去了解这个本性，就产生能所，一明利所。有能知，有个所知，就变成能所，这就错了。本性不可以让你明，也本来就明。一明利所，所即妄利，这有一个能见的我，有个所见的本性，那所当然是妄利了。所以所产生出来的。 身为妄人，要变成是虚妄的人。妄人的旁边写两个字，就是望见，希望的看到。所即妄力，这个人所，他当然就是妄力的虚妄的了。就是本性本来就清清净净的、光明的，而你现在想要把它动一个念头，去想要使本性更加的清楚、更加的明了。 那就这个就是无名，这一念就变成无名了。所以本性就是放下，就是不能立能所，所即妄立，身为妄人，就产生了妄见。所以故无同意中，本来没有所谓的同，没有所谓所谓的异。为什么？因为法性本来无相，本来无所不相，无一切现象啊，无一切不同相。 所有的相都是体，所有的体都是相，性相一如，结果呢就自然成立。这个山河大地、精神物质就产生出来了。好，我再讲一遍啊，一命利所，因为动一个念头，想要去明了本性，他不知道本性不能动念头去了解的，所产生的能所的对立，就产生妄力了。 身为妄念，就产生了妄见，所以在没有所谓的同意当中，就变成有同有异了，就变成有同有异。简单讲，就是将大智慧无边的智慧之见，无为不造的光明，转成能见的见分、八十的见分；将无同无异真谛的理境，转成相分，就是八十的相分，所以有种种的差别。简单讲，就是把精神跟物质产生。 对立的东西，对立的东西，所以第八意识就像大海，种子就像水流，前七世就像波浪，六根六境还有六六这个座意就像狂风。再讲一遍，第八意识就像大海，我们这个第八意识就像大海，它什么都容受。第八意识的种子呢，就像水流。 哎，在地包一式的潜伏着，前面前七世现这个现行呢，就像波浪，波浪，波浪，波浪啊！前七世造作啊，就像波浪啊，造作。哎，那么六根六乘六四啊，就像狂风啊，境界接触到这个狂，呃，境界一直吹，所以我们要稳住，六根六乘六四要放下，这个波浪慢慢的平息。意思就是六根六乘六四，这个都是假的。 不是实在的，你要放下，不要着迷，着迷以后，你内心里面的那种无名的冲动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。所以说，藏是海常住啊，境界风所动，洪波古明惑，无有断绝石，这是《能结晶讲的。藏是海常住，藏是蕴藏的藏，意识的意识，藏是海常住，这个第八意识蕴意的这个意识、啊、永远存在。 叫做藏藏世海藏住，啊，藏世海，那藏世的这个大海呀、啊，永远存在。境界风所动，这个境界风一动，境界风一动，吹动洪波鼓鸣。佛鸣就是幽冥的鸣，或就是西或的或，深深处的地方，那个叫做或。或可能很多人不会写啦，等一下里面呢，来问问那个念中文系的，或者我这本。 啊，这边不可以，这边给你们看被干走了，不可以。这本笔记做的很好，嗯。无忧断绝石，啊，啊，那洪坡古名货，就是在深处的地方就受到这个洪坡，洪山甜水的洪啊，坡啊，波浪的坡啊，古就是古动的古啊，鸣啊就是幽冥的明，货就是深入的地方就稀货的货，洪坡古名货。 啊，无有断绝时。我们把深入的地方啊，就一直所以一直出来，一直出来。所以啊，我们呢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解决你人生宇宙的道理，除了你请法师演讲。所以我在文化中心，我文化中心就告诉他，不管你请世界的名人，请哪一个大学的教授跟学者，不管你请哪一个，通通不能解决事情。 为什么他没有研究佛法？他怎么解决人生呢？对吧？他怎么可能透视呢？不可能呢、啊，对不对？绝对不可能。因此，我们要了解，除了佛法是大智慧以外，其他都不能够跟佛法相提并论，不能相提并论。分开啊，大本的大本的，今天讲的可能比较难一点。 二十一页，Open p a c h Twenty One。看下面的练习，中间，中间，清净法身这个表，这个表是出自《大圣起信论》的。 那么，在禅宗来讲的话，《大圣起信论》这一门是有一些问题。但是，《大圣起信论》在佛教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，它是圆融空有的思想。这一门《大圣起信论》是每一个学佛的人都必须研究的，都必须研究的那个文词之美啊！ 那个毅力啊，那真是没有话讲。虽然说《大圣起心论》有某一些问题，不过它里面的内容的确需要初学者人，最起码概括性的了解。在《大圣起心论》，它是一心开二门。 就是清净的法界里面开了个真如门，一个生命门。这个真如门就是圆成实性，就是圆满而成就，而实实在在,在的清净的本性。生命门的左边有一个一他其性，一他其就是因缘。 简单讲，色灭就是缘起，真如就是真空；真如就是不变，色灭就是随缘。所以说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。真如就是放下，色灭门就是提起；真如就是空，色灭门就是有。那么看真如门的底下啊。 所以真如门底下分一根相，真如门的义理是不可说、不可念，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说出一个真如，因为它是不可思议，不可念，不可以用我们的意识去想象真如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凡夫无法测度佛的意境是什么。 相如是空，如是不空。如是空就是能够就近的显出这个实义故。为什么呢？这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，是一切法差别之相，所以能够成成就一切法。因为它离一切差别之相，如是空。简单讲就是就近空呢？因为究竟就是空。 所以能够显出一切有，譬如说虚空，它是毕竟空，呃，能够有无量的相在虚空当中运转，而这个运转里面无量的差别相，所以因为有毕竟空，所以有毕竟不空，是如实不空。什么就是如实不空呢？ 本性自自体具足无量性功德故，什么叫如是不空？什么叫如是空？再讲一遍，如是不空就是本性具足无量性功德。什么叫做如是空？本性空一切法，不以一切生灭，不以一切差别相里面。 意思就是离一切差别，离一切分别，离一切染着，就是如是空。什么叫做生灭门呢？是真如门增加，那么生灭门就减少；生灭增加，真如就减少。那么这个在遁入法门里面当然是有矛盾的了，是吧？有问题的了。那么在这里啊。 我们将来会讲大珠和尚顿悟法门，还有六祖坛经，一悟当下就悟，啊，没有所谓的对立，没有所谓的增加跟减少，增加减少还是生灭的东西。生灭门觉跟不觉，生灭门里面有分一个觉悟跟一个不觉，觉悟就是我们的本性。 不觉就是我们的阿赖耶是，翻译成中文叫做含常识，就是包括一切都储存在里面的能量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阿赖耶是。觉呢底下要分成本觉跟始觉，本性注种，本觉的旁边有个本性注种，把笔拿起来。 这不待修行，先天具本来具足，明本性诸种。什么叫做习所成种啊？什么叫习所成种啊？就是后天学习而有所成就，名习所成种。呃，再讲一遍，本节。呃，呃。 本来具足不假修成，世界因后天学习而有所成就，名世界。本节的底下分体相随然，呃，本节的体相是什么呢？ 虽然是什么，就是我们本来清净的本本觉，它有什么体跟相呢？底下有四个：如是空净、引心息净、法出离净、缘心息净。我就解释，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听。如是空净，就是远离一切心境境界。 无法可现，非觉照义。远离一切心境界相，心境界相远离一切心，远离一切境界相，无法可现，没有任何的法可以显现出非觉照义。它的角度不是站在居物跟照的角度来讲，叫做非觉照义。 如是空境的意思，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是空，心境全部不染着，哦，无法可现，没有一切法，就是站在必竟空的角度，名如是空境。因心系净呢，是站在有的角度，谓如是不空，所以一切世间境界悉于中现，如是空境，是一切境界无法可现，那么因心系净呢？ 是一切世间境界系一中现，不出不入，不失不坏，常住一心，以一切法及真实性故，由一切染法所不能染，自体不动，记住无漏心众生故。我会慢慢的讲，你不要怕。因心性净，就是如实不空，它是有具本性具足哦。 不空也预具一切的妙有，所以一切世间境界系疑中现，全部在隐心虚境里面，就是由本性散发出来的本性无量的妙有，它有这个因这个力量，不出不入，它也没有出也没有入，为什么？就像镜子一样了。 不是不坏，它也没有失，也没有坏。常住一心呢，就是一个一个清净心，常住一心。为什么？以一切法及真实性故，因为一切法全部都是实相。哎，一切法就是真实性，有一切染法所不能染，一切污染的这个法。 所无法染着，没有办法染着，所以有一切染法所不能染，自体不动，具足无量熏众生。意思就是说，以心息境啊，就是无量的妙有，啊，不实不坏不出不入，一切染法所不能染，叫做以心息境。再来第三个。 叫做法出离境，法出离境是什么呢？是说不空法出烦恼爱。我们说空法还有一个不空，不空就是妙有嘛。是不空法出烦恼爱，烦恼的障碍就是烦恼爱、智爱啊，一切智慧的障碍。礼和和相，和平的和，六合路的和，就是和和。 离合合相，纯净明故。再讲一遍，为不空法出离，呃，出烦恼爱。不空法就是妙有，妙有的能力离开这个烦恼的障碍、智慧的障碍，离了合合相，纯净明故，纯粹是清净光明的，也是法出离境。缘心虚境呢？缘心虚境是依法出离。 前面是法出离故，遍照众生之心，令修善根随念是现故，就是圆心息净。再两讲一遍，是依法出离故，遍照众生之心。因为法出离以后，本性就现前呐、啊，妙有就现前呐、啊，他开始要度众生啊，作为众生的增上言，就是圆心息净。 所以是依法出离故，骗造众生之心，另修善根，另修善根，随念是现故，随这个念头是现。呃，如果这样听听不懂，我简单的讲，你就会很了解。第如